今天呢，教大家三个动作，让你拥有小姐姐们最喜欢的人鱼线。大家三个动作，练就完美腹肌，让你成为海滩上的焦点。那也疼得那卡门喵都能可能动车加过卡森米 What? Welcome to Tabata Here we go in 5, 4, 3, 2, 1, GO全网最全的雅人动作，收藏这一。显得健壮，更有安全感，让女生充满魅力，更有气质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肩部的训练方法，只有三个动作，简单高效，一学就会。韩国欧巴都肩宽，很多朋友初到健身房会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道从何开始练起。建议大家先从臀腿开始练起，臀腿是人体最大的肌群，也是所有运动的基础。练好腿可以提升全身的力量，为健身打好根基。当你觉得动作变得轻松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适当加大重量。很多人害怕跑步会让小腿变粗，今天教大家四个拉伸动作，让你跑步不粗腿。第一个动作，直腿表层拉伸，跑前三组，每组左右腿各十次。第二个动作，屈腿深层拉伸，跑前三组，每组左右腿各十次。第三个动作，大拜式拉伸，跑后三组，每组左右各十秒。第四个动作，小腿后拉，跑后三组，每组左右各十秒。记住这几个动作，怕小腿变粗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。我是 Alan， 关注我，让你在健身的过程中少走弯路。很多人抱怨说工作以后没有时间健身，今天将一套5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，燃脂减压，简单高效。All right, folks.
Every day, 5 minutes, lead your team to success. 今天教大家三个锻炼腹肌的方法，坚持三个月，保证你练出六块腹肌。你保证得了吗？你只要能保证合理的饮食与作息，我就能保证。六块腹肌，三个月之后。